咱就是主持好奉献新闻来办理这个活动，使咱大家这个多元言来了解，这是第三方在咱用心用心奉献是最第一要的一件大事。那么咱若不是在这个上天降落的这时阵呢，咱绝对无可能啊。把这个从过以来每每相关的这个单独的心呢，大概在一起。所以像我的英文在咱的身上是每一个人真正爱去珍惜。我在那时候我同时是有条件的，知影就是这个天的英文啊，咱就当来讲，咱就是感觉太适应了。尤其是入座了后呢，咱就当好好来学习，研究道理啊，这是非常幸福的事啦。所以大家。